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tt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nnie。哎 ，Kitty， 我最近有一个困惑，需要你帮我解决一下。嗯，你讲 ，Bonnie。是这样的，我最近呢，感觉皮肤非常的干燥。我有什么产品是适合我这个皮肤使用的呢？哦 ，Bonnie， 你了不了解你的肌肤类型啊？以前我是很了解的，可是最近呢，皮肤适应性变得很差，我都不敢乱用护肤品了。哦，这样啊，那你今天就来对了。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，你可以好好的了解一下。那就太好了。嗯 ，Bonnie， 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你的皮肤会出现你刚刚说的这种适应性较弱呀？我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，皮肤就会非常的干燥紧绷，我也非常想知道原因。嗯，刚刚你有讲到说气候变化哈，那气候变化呢，很有可能就是造成肌肤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。同时你再看一下最近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呀，是的，压力比较大，有没有熬夜呀，有，嗯，等等哈，还有我们空气中的这种细微的粉尘的影响，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比较薄，比较脆弱。那我们皮肤表面呢，看起来是很薄的，对吧？对，它上面是表皮，下面是真皮。嗯，这个我知道。嗯，那我们表皮层呢，又有五个层次，最上面呢就是角质层，它呢就像这个战士的铠甲一样啊，保护着我们里面娇嫩的这肌肤。这层铠甲呢，最重要的材料叫做神经酰胺。神经酰胺，是的，它帮助我们肌肤形成这种脂质的屏障，抵御外边的刺激，同时呢，帮助我们肌肤吸收水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原来是我皮肤的这道铠甲受损了。嗯，可以这样理解。那咱们今天介绍的是什么产品呢？今天啊，向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，是即将上市的爱多美柔护蓓贝系列套装，保湿柔护，只为呵护我们娇嫩的肌肤。这里面啊，有三个组合：柔护蓓贝护肤乳、柔护蓓贝护肤霜，还有柔护蓓贝洗发沐浴液。哇，这么丰富啊，一套产品全部都可以搞定啦。是呀，那我们一个一个来了解一下吧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了。嗯，这款产品呢，它有三大核心成分。第一种成分呢，叫做甘油葡糖苷，它是来源于一种神奇的植物，叫做复活草。哦，复活草我知道，它是在极端干旱的情况下呢，会紧紧地缩成一个球，嗯，但是在重新遇到水之后呢，又会重新的伸展枝叶，真的是生命力非常的顽强。没错了，在复活草失去98%水分的情况下呢，还能存活啊！你看啊，它的吸水和锁水的能力有多强大呀？真的是太强大了。嗯，那咱们产品的甘油葡糖苷成分呢，就是从复活草中提取出来的。那第二种成分呢，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肌肤的铠甲——神经酰胺。是的。那它在我们皮肤表层啊，形成这种网状的结构，来维持我们肌肤水分，减少水分的流失，起到保湿锁水的效果。有了它，我干燥的皮肤就有救了。嗯 ，Bonnie， 你看啊，你先别急，我们还有一个成分没有介绍呢。我好期待呀，是什么呢？嗯，最后一个成分呢，就是牛油果树果脂。哦，牛油果，我非常喜欢吃的食物，我知道它营养非常的丰富。啊，一说到好吃的，我都流口水了啊！就像你说的一样，牛油果的营养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，里边含有了尿囊素、维生素 E、胡萝卜素等等等等这些营养成分。在牛油果果实中提取的这种植物性油脂呢，可以赋予我们肌肤活力，然后改善我们粗糙的肌肤现象，有助于深层保湿滋养肌肤。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这道皮肤的营养大餐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体验一下吧。好的，开始体验吧。 Bonnie 啊，你先把你的手背做一个清洁吧。好的，我们首先体验这个柔护蓓贝洗发沐浴液。这款呢是有350毫升，比较温和型的这个产品，洗发沐浴呢可以一起使用，而且啊低刺激清洁效果特别好。来，先把你的手背拿开。好，我们挤出了这个洗发沐浴液。好，
我发现它的流动性很强。嗯，是的。轻轻的把它涂在手背上啊，我发现它这个味道很清香，而且好像气泡很少。是的，它的泡沫比较少哈，而且很容易清洗。这里边呢，蕴含了15种天然的植物萃取成分，可以更好、更安全的滋润呵护我们娇嫩的肌肤。嗯，我发现它在我的皮肤上面非常的滋润，而且非常的温和保湿。嗯，我还闻到了淡淡的香味儿。我现在把它洗掉。好。哎 ，Kitty， 你看，我简单的2-3下就已经把手上的这个泡沫洗干净了。是啊，很容易清洗，对吧？没错。哎，我看哈、啊，我摸一下，哇，像婴儿的肌肤一样，很滑、很水润的感觉啊！哦、好喜欢这种感觉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体验我们第二款产品，我们看一看这款柔护蓓贝护肤乳，这款呢有200毫升。哇，那200毫升，我的脸和身体都可以同时使用了。是的，来，我们体验。哦，这个有一个扣，然后我们需要把它拧一下，扣子就打开，然后就可以挤出产品，我们再把它扣上。哎 ，Kitty， 我发现它的流动性比较强啊，会往下流。嗯、是的，来，Bonnie，你把它打开。我轻轻的把它拍在手背上啊，我发现它非常的轻薄，而且非常的滋润。吸收很快、嗯、是的，特别水润哈，很容易就被吸收了。那这款产品呢，也是蕴含了18种天然植物的这种提取成分，每一次呢只需要涂用少少的量呢，就有这种持续保湿的效果，也是低刺激温和型的护肤乳。没错，感觉一点都不黏腻。嗯，那我们来体验最后一款柔护蓓贝护肤霜。这款产品呢，它和这个护肤乳的核心成分是一样的。哎，那刚刚我们用的是护肤乳，嗯、那这一款呢是护肤霜，嗯，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包你这个问的特别专业啊。从质地上而言呢，护肤乳的质地呢更加具有流动性，而且涂起来呢更加的轻薄，而护肤霜呢，它的感觉呢就会比较厚重，一般没有这种流动性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嗯、好的，马上体验起来。好，没错，我发现它的感觉是比较厚重的。嗯，在我的手上轻拍，非常的舒服和润滑。啊，是的，很容易就拍打开了哈，然后很快的就会被我们的手背的皮肤给吸收。没错，我现在感觉好像有一层薄薄的保护膜呵护着我手部的肌肤，很舒服，很滋润。来，我来摸一下啊。哇，真的是很水润，然后很保湿，对吧？嗯，还很滑，很顺滑的感觉。哇，太舒服了！那我今天的收获真的是太大了，我好想马上把它们带回家用起来。哇，大家听了今天的分享，是不是收获也非常大，也很动心呢？这款产品呢，适合肌肤较弱的人群，像 Bonnie 一样肌肤较弱的朋友，可以把产品马上用起来。那这些就都是我的啦，都是你的啦。